是吧？各位现场所有的长官、来宾，还有我们所有的记者朋友，还有我们今天的小主角们，那飞天使们，大家早安！哎呀哎呀，小朋友早上有吃早餐吗？早安！今天呢，是我们台湾好行云林双线升级再出发的记者会。那2019年呢，台湾好行云林升级再出发特别推出了两条非常厉害的观光路线哦，是一个是游轮式观光公车，第一次听过吗？在湖北北港线，那景点接驳式公车是我们的斗六五坑线，要载着所有来到云林的好朋友们，将云林所有最好吃、最好玩、最文青的景点都要一起走透透，而且价钱非常的便宜。等一下，我先把这个话题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呢，今天首升级首航再出发，用最有意义的方式来。音乐东西，所以现场呢，准备来带来一首非常精彩的舞蹈，与您一起园林上场，与爱同行，剑湖山世界邀你精彩万分，来吧，跳舞喽 ！It's music DJ， 跳舞喽！呀、yeah. ，准备，哎，先音响，来，拍手，来，拍手 ，One Two， 一起大声来，哎，抖肩。在剑湖山世界呢，从4月4号开始到4月7号，持台湾好行纯根吊灯就可以到乐园兑换热门票399元。同时呢，4月4号到4月7号也推出趣味活动，这个号码521费中3码999，费中2码199，费中1码299。因为活动全在剑湖山世界，这个现场来跟兄弟党与您一起互动好行动。再次拍手，大家来拍手，拍手来，大声一点，和同学欢乐一下。1、2、3、Go！ 同时间非常感谢现场所有长官贵宾，与健康世界一起与爱同行，云林上场精彩万分，与你今天一起来精彩一下，活力一下。百科事件的象征爱国第一，就要去。玩了一整天，开心一整天了。
我们
啊这些乡亲好朋友，利用这个空间呢，啊全家亲子出游哈，啊来到了我们云林县，尤其是搭乘我们的斗六到五峰的台湾好行的专线，那享受剑湖山一日游399的一个优惠票价，我相信啊，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啊，在这个儿童节呢，感受到哈啊大家非常的爱，而且今天非常难得哈，我们啊这个洛社基金会所有的孩子们，跟所有的家长们呢，今天呢，我们剑湖山呢，就招待大家哈到剑湖山一日游，所以我们在场的小朋友，我们洛社基金会我们的小朋友们，开不开心呢？开心，开心吗？等一下就要坐上车了哈。那我另外一条专线呢，是我们的湖尾到北港。那我想湖尾到北港呢，这条路线呢也非常多的景点。那除了呢啊，我们湖尾到北港这个路线，我们还有增加什么？增加到高铁站，到我们的千桥谷的游乐园牧场，那还有呢，到新农毛巾工厂，那甚至我们一路就走到我们的朝天宫了哈。我想呢，这当中还有我们的湖尾古郡湖在西馆，都是我们湖尾到北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所以呢，这云林双线今天特别的升级，那也特别让我们云林县所有乡亲知道，也让全国的乡亲都知道，哎，来到云林有好玩的地方。那当然最重要是什么？重要的是你路过的这些景点呢，有很多很多非常优良的店家，还有观光工厂，都可以提供呢非常优惠的价格呢，让你呢一边有好玩的，又有好吃的，又有伴手礼可以带回去陪着你的亲友。所以来到云林呢，哎，来一天呢，你可以享受满满而且非常丰收的一天哦。我在这里期待我们云林双线这样的从即日起开跑以后呢，我相信啊，一定会吸引更多来自全台各地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来到云林，享受一天的乐活生活，也可以感受农业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气息。然后，我想云林县是一个农业大县，我们非常期待很多的这个都市的一些乡亲好朋友呢，能够来体验这个农家的这个生活，甚至体验我们这个物产丰富的一个农业大县。我在这里呢跟大家报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云林县朋友，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县长这么详尽的介绍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的议员林月昌。以及所有的优质的店家，大家亮点的负责人，包括大家今天的主角，人家的小朋友了，大家一听进入上镜头。我记得10年前啊，我不小心喝了我的酒，那一直在天元庄，听到鬼都在讲天元庄的感情。那今晚我将最后的这个企业啊，能够来赞助这个活动哦，让这个整个活动的亮点更多。这个云林县啊，台西的三观中哦，我的感受没有那么多的感觉啊。那县长上任之后，讲对高铁爽超越爽，那跑过来这云林，我们就双线有这么多的亮点，这么多的加强点，能够凸显出来，让这里爽，这里好玩啊。我也希望借着这次的记者会，昆明真正大家拢知，足侪人捌来。我也希望能够五马分明白，一分明镜头，能够让其他县市到云林。云林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那就不能够我直接来讲，小白领到哪分明哦，我才能关联以及分明。直接让这样分明，但是我们来到这些，就去拜访我们的
云林双线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新竹，尤其交通不不方便。我发现哦，我们的那个 DM 上面的很多的一个行程上的安排，还有坐车的舒适性跟方便性哦，应该来啊哦，再好的请欢迎啊哦。那最后祝福了哦，我们这次的活动圆满成功。那4月12日的东西啊，祝福。哦，那有些呢，哦，啊，第二款这个活动，哦，啊，这个双这个那个镇湖山镜头，啊，我是等他的艺人的哦，啊，艺人的，哦，那现在出出地了哦，他拍摄他都好，没有看你给哦，啊，我那是啊，哦啊，原来叫那个，哦，你等来参加，等来上吊，起码来多举办这双线出。因为咱只小朋友，咱只是时代吼，会当大家小少坐台，计无错，即摆咱来搞发展，好，咱来咱办咯，即款所有嘅拢比在先，吼，咩好只小朋友，好只家己会当来为咱前途，真正高边人足好所在，过来是阮哋阿妈足好所在，吼，啊，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大家平安，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县长还有各位处长、主秘、秘书长，还有各位合作伙伴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县政府跟我们剑湖山一起合作，推出这个主坑跟湖尾的双线。那我非常感谢县政府，是从县长上任以来，对于观光旅游方面特别用心在推广。那基本的努力，从这几天、这几个月来，其实都感受非常深刻。那我相信啊，剑湖山这一次就是说特别为了响应县政府推动观光的一些用心，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春节的时候，邀请我们这些外面的同事们，还有我们家长一起到剑湖山来旅游，欢度春节。那我们主题乐园也非常用心啊，就是这一次的那个台湾好行的公车，我们特别做了装饰，希望大家就爱一起来剑湖山，祝大家儿童节快乐。谢谢剑湖山今天赞助了这60位小朋友来到剑湖山一日游哈，接下来呢是小朋友最开心的时候哦，我们县长姐姐准备了儿童节的礼物要送给我们所有漫飞天使的小朋友，请县长姐姐先上台，那老师啊，请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到台前来，小朋友要领礼物喽，那我们的礼物呢，县政府准备的非常的用心，是我们云林在地的社区绘本。还有非常厉害的环保餐具，对，希望这个礼物呢，可以让所有的小朋友感受到非常开心。
染掉嘞。那我们合作的时候呢？染掉了。好，爱您这边呢会买云林好行，台湾好行。云林双线，大家我们一起宣告升级出发 ，Go Go Go！ 好，预备，台湾好行，云林双线，升级出发 ，Go Go Go！ 好，我们再来一次哦 ，Go Go Go 的时候，我们做出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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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手势，好不好？好，预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现场姐姐就要送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一起上车咯。那我们一起到外面跟我们的专车做一个合唱，好，先专访哈。好的，那所有记得朋友上专访。也有非常优惠的一些店家呢，跟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
那希望我们来到云林县哈，不但可以享受我们这次哈整个节能减碳的这个台湾好行的这个乐活活动的哈。那云林县是农业大县，那是农业大县哈，我们的这个农业艺文展非常欢迎大家来体验。那所以我在这里呢哈，非常的竭诚欢迎全国各地所有乡亲好朋友啊，利用这个时候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台湾好行云林双线就已经哈升级加码哈，让大家一起来啊共度一个欢乐的哈啊每一天的哈。那尤其是在儿童节的时候，从4月4号到4月7号，这当中完全有更优惠的专案，让我们全家一起来出游，让我们亲子关系能够更好，也能够让我们孩子呢啊欢度一个受到关注而且受到关心的一个年纪。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去吧？你要不要去？那我们邀请所有的贵宾，我们在台湾好行这台专车前面，我们来一个合照，好不好？呼呼嘿嘿，呼呼嘿嘿，来照相哦！第二用张三来照相，看展了。对，那我们邀请所有的来宾，好，我们一起在这一台镜湖山世界的彩绘专车前面，一起来一个合照。好，我们大家的动作要比呼呼嘿嘿更可爱哦，有办法吗？耶！很开心，耶！看见面。好，那这边 OK 了哈，画面可以了。好，建堂姐姐要不要上车跟我们小朋友打个招呼？来来，一点都张三，哎，你今晚在做公司呢？啊，你无离华山基金会啊？你无啊？无你敢问？我敢问？你嘛唔知啦，你起床唔知？你明天爬出来？我知起床大哥啊！你讲你明天你做？好，再见。
掌声鼓励一下。好，谢谢大家。我个到了一个没一节台阶梯都无。你这不可能学这个歪吧？幼儿园的一本啊，给他参考一下。就是讲伊要，当伊讲要直接去，我无啦。反正无啦，反正我直接去。不，当然啊，我建议讲伊要阿家去。好，朋友，再见，拜拜。我爸爸不会去的。啊，我老公不会啊。我爸爸两节都高飞了。拜拜，拜拜。对。哎，那个，那个，车长，来来来，我们两个还没出来够。金融山世界在4月4号到4月7号的这个连假期间哦，为了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儿童节的部分，那为了跟大家庆祝，然后欢度儿童节，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安排了5221三个号码，身份证上只要有521三个号码的话，如果说一次对中三个号码，我们就是可以99元入园。那对中两个号码是199元，对中三个号码是299元。那这个是在各个游乐区里面没有这样首度推出这样一个特殊的优惠。另外一个，为了我们跟鼓励大家多运用所谓大众交通工具，所以我们跟台湾好行合作，只要大家能够在这段期间然后购买台湾好行一日游的一个票券，那就可以以这个票根来跟建龙山门票那边去买399元的入园优惠门票。那这个也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在响应政府的节能减碳，然后响应云林县政府推动观光旅游的一个用心哦，希望大家能够在云林这个古坑斗六线这个部分能够好好欣赏这附近的一个景点，沿路的景点，然后也能够在建龙山里面享受非常快乐的一天。